是要讲好，还是要给你包？蔡秋凤上红的歌就是一条嘛，那那那那你啊，金包银呐、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条歌若要正经讲起来，头一个唱的应该是我。啊，什么代志？因为这条歌哦，正经阮老师在写的时阵，也未和别人唱的时阵，我都爱先学啊。你要你发唱片啊？无啦，我先学啦。伊咧写叫阮唱看卖咧，啊，我着唱看卖。所以这条歌也袂，互秋芳啊唱的时阵，我着先唱过啊。我甲恁讲。所以今仔日咱发生一个历史的悬案。卖甲别人讲哦。卖敢讲，卖敢讲，蔡秋芳唱金包银进前唱的人是这个苗可丽。我讲的是真实的哦。所以是这个可丽姐先唱，蔡秋芳甲模仿了对哇。你唔知哦、喔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后来哦，伊唱歌安尼咧吼，我都想讲我袂甲伊共款，所以我即马声音都无安尼，所以我即马讲话就较正常一点嘛。安尼好，安尼真好，那我跟你讲吼，你若我都卖讲，因为金宝银无啥物遗憾啦。对啊。有在条你用霍元甲的曲来唱金宝银啦。你若我都用霍元甲，等我来变阿弟。开始。叫你来个，你若我都用霍元甲唱金宝银。霍元甲唱金宝银。你变安怎？我就邀请蔡秋芳来到现场。我歌手出身的，什么歌我袂晓唱。霍元甲唱吗？霍一直霍为金包银去哦。会啊，我会晓啊。好来，唔相信试看嘛。试看嘛，来，我请来。哎，秋凤姐，他说一条歌，哎，那是福不是祸，是祸都不够。这条歌是唱啥呀？袂啊？我说袂记得。重点是，安尼会无啦？本尊有来无来？对啊，安尼应该算有唱到啊。台语听着蔡秋凤。哎呦，哇！拍摄多啊！对，可你有跟你恶劣声，你讲。哎，拍摄你安尼咁调哦。我今麦是要讲好啊，是啊，是要给你包。我讲了讲先，表示我已经到顶了久啊，不行哦。对啦，尽力了，我觉得。对啦，我尽力。可你爱外讲哦。无像呢，可你较早是歌星还是偶像呢？今麦哩哩啦啦。岁月不饶人哦，哎，大家爱知。对啊，这边语言要真好。对啊，金钟影后嘞，就开玩笑。我嘛想袂到讲，哎，你本来是歌星，你咋？啊，那专找伊演戏，结果伊演戏比唱歌较好。哎呦，这是真的，心结啦。啊，原来今仔个张志峰是老师，哎呀，伊嘛不写歌我唱，当然当然，写着伊唱着伊歌人，阮拢红的吼。这首歌是作甜的啦，因为这首歌吼，就是较早我有唱一个《雨水我问你》，啊，这是第二波，就是雨伞，很甜。大家拢唔通留我谈啊，互相诶，两个人一支雨伞安尼牵手啊，真好。来欣赏这首歌来，雨伞。